月二十日晚间九时许，于本辖新宿路发生一起纠纷案。一姓男子骑乘机车于新宿路与民安路口停等红灯时，见一旁的杨姓男子的机车后座搭载一名外国女性，便上前攀谈并询问杨男如何认识该女。不料此举让其心生不满，遂与其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，致双方头部、身体皆有擦挫伤。本分局警力获报到场，现场已无打架情势，后由警方陪同就医后带返厘清案情。两人事后虽和解不提告伤害，为此举已违法，警询后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二款送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应保持适度理性，避免因一时冲动而触法。